参加鼠年春晚彩排的王嘉尔回忆收到春晚邀约时的感受仍然激动，用拳头把胸口捶得砰砰作响。首次参加春晚，他直言压力非常大，要给全世界的人看到，要展示咱最好的一面。最后他送给网友新年祝福，追自己的梦，大胆尝试，相信自己。